本栏目由康维他特约赞助播出。From the resin of the tree to the hive of the honeybee, nature has created a powerful immunity product. At Comvita, we've pioneered a quality standard which we've called PFL. This mark guarantees the potency of our propolis products. Every dose contains an optimal level of bioflavonoids and other complex antioxidants.It's a wonderful natural protective system and such a powerful choice when it comes to building immunity for you and your family. 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33，我是裴涵。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中共十九大召开 ，TV33推出十九大专题报道。首场发布会，妥振表示，中企境外投资创百万就业机会。今天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到十九大代表风采，刀尖上的舞者，中国航母舰载战斗机飞行员曹先健，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北京时间10月17号，中共十九大首场新闻发布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新闻发言人妥振在回答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问题时表示，中国企业开展对外投资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原则。过去4年中，这些企业的向所在国缴纳的各种税金超过1000亿美元，创造的就业岗位数以百万计。在记者会答问环节，一带一路、经济全球化、中国制造2025等问题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一带一路的倡议是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文明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下应运而生的，旨在通过推进政策沟通、设施连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做大发展的公约数，最终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妥振说，一带一路倡议始终坚持奉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平等协商及充分尊重各国的自主选择，坚持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是所有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强弱一律平等相待、共同参与的合作。而中国企业开展对外投资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原则，对东道国产业水平提升和经济社会发展都做出了贡献。2013年至2016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流量约5600亿美元，向所在国交纳的各种税金超过1000亿美元，创造的就业岗位数过百万计，促进了投资所在国将资源、劳动力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受到了普遍欢迎。针对中国将如何在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作用，妥振表示，中国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和贡献者，愿意承担更多责任，发挥更大作用。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愿意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承担更多责任，发挥更大作用。迄今呢，中国同100个左右的国家、地区和区域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中国的朋友圈呢越来越大。妥振说，中国是全球经济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和贡献者，中国主张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理念，积极推动建设开放包容的世界经济，推动经济全球化朝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我们积极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改革，增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发言权
和代表性，积极推动构建更好的国际发展合作格局，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规划，推动国际社会将发展置于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突出位置，努力解决全球发展不平衡问题。针对中国制造2025政策将对外国企业带来怎样的影响，妥振表示，中国制造及其相关的政策措施同等适用于所有在中国境内的企业，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中国制造2025啊，一项基本原则就是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强化企业主体地位。中国制造2025及其相关的政策措施同等适用于所有在中国境内的企业，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在中国制造2025啊实施的过程中，我们一直秉承开放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利用各种双多边合作机制，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为企业间务实合作创造良好的环境。一起来关注19大代表风采录。航母舰载战斗机飞行员是一个大多数人听着既熟悉又神秘的职业，在中国他们又被称为飞鲨飞行员。想要成为一名舰载战斗机飞行员，不仅需要扎实的技术、过人的胆量，更需要敢为人先的精神。中共19大代表曹先建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令人称奇的是，曹先建在成为飞行员之前，刚刚经历了两次手术，400多天的治疗。海军某舰载战斗机飞行员曹先建从事飞行14年，先后飞过7种机型。2016年4月6日，在组织昼间飞行训练时，曹先建驾驶飞机起飞后，发现飞控系统工作异常，他毅然放弃跳伞的最佳时机，坠机前紧急处置10秒无果，直至最后2秒才被迫跳伞逃生，最终落地受重伤。受伤后的曹先建没有像大多数遭遇过飞行事故的飞行员一样选择放弃，而是为了一圆舰载梦，凭着坚韧的毅力经历了2次大手术，忍痛熬过70多天的恢复性训练，最终成功取得了航母飞行资质认证。这个拿到航母飞行资质认证，就是跨进了舰载机这个序列，跨进这个门槛，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舰载战斗机飞行员。没有取得这个资质认证，都不能算是真正的舰载战斗机飞行员。所以说，这个门槛、这个认证，对我来说，意义非常重大。在很多人眼中，曹先建是个技术过硬、内心强大的飞行员，无需再多做什么证明自己。而在他自己看来，对舰载机的无限热爱是推动他精益求精、不断挑战自我的源泉。我觉得还是这个，感觉这个事业的召唤嘛，对这个飞行事业、舰载机飞行事业非常热爱。我从海军、从空军到海军来，我就是奔着这个目标来的。我要当一名优秀的、一名真正的舰载战斗机飞行员。从还能不能驾驶战斗机，到成为令人敬佩的舰载战斗机飞行员，曹先建完成了自己的舰载梦。但是圆梦后的他对自己又有了新的追求，永不自满在他的身上有了充分的体现。拿到飞行资质认证之后这是一个门槛，但心里面也非常激动，也非常高兴这个终于成为了一名真正的舰载战斗机飞行员。但是这是只是一个门槛，后面还有我们更多的工作要去做还有更广阔的舞台需要为我们去发挥。如今已经成为中共19大代表的曹先建又有了新的责任和使命，更大的压力也落到了他的肩上，但这对从不退缩的他来说是一种更加强劲的动力。能够当选19大代表是组织对我的信任和厚爱，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同时我又感觉到责任非常重大我在日后的工作中一定会加倍努力的工作，以工匠精神把自己的凿舰技术打好打扎实，以钉钉子的精神把当日交给的任务完成好，履行好自己的职责，
不断把我们的舰载机事业啊推向前进，维护好我们的海洋权益，为祖国经济发展保驾护航，实现我们的中国梦、强军梦。喜迎十九大，驻华大使看中国五年，诸多外国驻华使节参观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印尼驻华大使苏更拉哈尔佐在参观后表示，自己对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国家推行的各类公民福利政策印象深刻。I think that in e-commerce, especially the high-tech technology.This is my impression that China is moving forward, and then this is very important, in, especially in the 21st century. In the 5 years, I follow very closely the economic growth of China is incredible, and then second point also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also very good program what implemented by Chinese government.This is, I think, two things that is quite important in order to reach the welfare of China people. We would like to congratulat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order to bring all the Chinese people to reach the China dream that mentioned by your leader, President Xi Jinping. 苏公拉哈尔佐表示，中国的进步已经被越来越多国家看到，中国的发展不仅会影响亚洲国家，也会对全球发展产生重要影响。I believe that the welfare in China will impact all the countries surrounding of China, especially in Asia. That's why that we believe all the international analysts always say that 21st century is the century of Asia, led by China. 奥克兰市议会在癌症协会的提议下升级了无烟政策。新的政策将奥克兰的海滩和户外餐饮场所也划分为无烟区域，这也就意味着公共海滩和徒步旅行的户外区域都将实现无烟化，而这一政策将从11月起开始生效。奥克兰北岸癌症协会的负责人 John Love 表示，这一举措意味着将会推动城市未来的发展。新的政策将指定奥克兰的海滩和户外餐饮场所为无烟区域，包括将在公共海滩和徒步旅行的户外用餐区和城市的指定区域实现无烟化。John Love 表示，户外餐饮的场所禁烟政策得到了广大公众的支持。Love 表示，无烟政策直接的好处是空气的清洁，这些地方将变得更加干净和安全，消除对用餐人员和家人、服务员的伤害。市议会的政策中指出，2025年奥克兰将会被指定为无烟城市。市议会表示，这项政策并不是禁止吸烟，而是鼓励人们增强健康意识，避免在公共场合吸烟。最近，计算机安全学者 Massey 发现 WiFi 设备的安全协议存在漏洞，所有无线设备都有可能被攻击。新西兰国家计算机应急小组确认，目前暂时还没有新西兰用户受到影响。专家建议，最好的避免受攻击的方法就是尽量避免使用 WiFi。计算机安全学者 Matthew 表示，这个 WiFi 的漏洞名叫 Crack， 通过密钥重安装攻击，全球支持 WiFi 功能的设备都将受到影响。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攻击者通过漏洞可以获得一个万能密钥，不需要密码就可以访问任何 WAP2 网络。而这个网络是一个通用的协议，大多现代化无线网络都用到了这项协议。漏洞的存在意味着这个协议完全崩溃，黑客甚至可以对用户正在浏览的网页植入病毒或者勒索软件。Internet NZ 的代理执行官 Andrew Carson 表示， Microwave 的最新安全补丁已经修复了这个问题，除了 Vesta 和 XP 系统。 Andrew 表示，如果用户有任何问题，应该及时和网络供应商或者设备的厂商联系。新西兰 Spark 表示，目前还没有收到用户设备被攻击的报告，并且正在和设备厂商进行沟通，及时推出最新的版本。专家也表示，目前没有受到影响的用户希望要定期升级和维护设备的安全。接下来是一条简讯。
近日，一名新西兰警察在路边盘问几个秀娇的青少年时受到路人的指责。该男子将现场视频传到了网上，并声称这一行为在新西兰是合法的，因此引发大量网友的争议和国内外媒体的报道。秀娇就是用鼻子吸胶水，因为胶水中含有挥发性的有机溶剂，短时间内大量吸入人体会让人产生晕眩类似酒醉的快感。秀娇行为在新西兰的青少年群体中十分流行，除了胶水以外，指甲油、汽油等含有挥发性有机溶剂的物品都被他们当作毒品吸食。过量吸入这些化学剂会产生头痛、恶心等症状，长期滥用会损害吸食者的神经中枢系统与内脏器官，严重影响身心健康。全球不少国家每年都有大量群体因滥用吸入剂引发金属中毒、精神障碍和猝死。今年6月，奥克兰南区阿塔拉地区发生了一起严重的烧伤事故。目击者表示，受伤的几名少年早些时候嗅过汽油，衣服上沾有汽油的残留物，在吸烟的时候不小心将自己点燃了。卫生部表示，学校和家长应该科学的教育和引导孩子，如果发现孩子有某种药物成瘾的行为，可以拨打新西兰卫生部提供的帮助热线0800-787-797，或者拨打青少年问题热线0800-787-984进行咨询，也可以寻求心理专家的帮助，对孩子进行干预治疗。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资讯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TV33-NZ， 大家也可以搜索微信号 TV33News， 或者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 TV33 观众互动微信号和我们保持联系。稍后是明天的天气预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再会。 From the resin of the tree to the hive of the honeybee,Nature has created a powerful immunity product. At Comvita, we've pioneered a quality standard which we've called PFL. This mark guarantees the potency of our propolis products. Every dose contains an optimal level of bioflavonoids and other complex antioxidants. It's a wonderful natural protective system and such a powerful choice when it comes to building immunity for you and your family.正在进行 ，Resin 高级油漆和木材着色剂75%-7折优惠，墙纸7折优惠，粉刷用具75%优惠，让 Resin 助您省大钱。新一季有房出租重磅升级，强势回归。巴夫兰汤普森的物业管理专家们将用行业专业眼光和您分享买房置业的想法和建议，还有惊喜大奖等着您。每周三晚8:15 ，TV33。我是巴夫兰汤普森的吴毅、郭伟，奥克兰分区销售冠军，专业的团队为您提供住宅和土地买卖全方位的服务，买房卖房就选威郭。黑色瞳孔洞见人间百态，乡音婉转道尽世间冷暖，人与自然一定要给他一份礼物的话呢，我想这个礼物一定来自巴夫。人与动物知道他在这里也就有一种安慰了。人与文化，这些人到我们这里来说的话，咖啡是作为一种时尚品，咖啡是他们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每一张脸都是一个故事。人生要把自己的时间开始安排，我希望把我的生活安排就是说有成就感。新西兰大型华人纪录片《人物志》，中西融合，亲情献映。